其实我每次进来这种古物，我这种感觉就是说，你看这地砖都已经被踩成这个样子，这里有踩走多少故事？是啊，我就在想说，这应该是顺哥很有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吧？嗯，我太喜欢了。顺哥，哎，在哪？在哪？哦，在这。你来看这面墙。它整个风化过程当中，对，一直慢慢的斑驳，对，慢慢拖，慢慢拖。你看这边几乎就是一幅画了，是哎，但是它一慢慢拖，慢慢拖，拖下来，哇，对，看嘛，本来没有期待，跌破眼镜，去了之后超开心，一路走来，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，就是那个胭脂花，那间老屋子，我觉得蛮有味道的。对，今天走的都很暖心。这边的话是海山馆，然后我们可以进去拍照。好耶！这以前是总爷的官邸哦，霸总。前面这只就是剑狮，是的，剑狮。这边就会比较六环不？这样子咬。它那边有一个超大的四方佛栏，那大家都会来这边乘凉。嗯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市政府在维护的空间，它有时候会办市集。好在都有把它保存起来，真的耶！所以我们台南真太棒。所以人在行道都给你的派去了。对啊，真的要有人气哈。对啊，穿着那个衣服走在老街道上面，看到过去的风华，在地很多年轻人愿意一起走进那个空间，然后把它整理，那是让我们看到某一种希望。所以趁现在还能走还能动。为了这一些事情的被关注度、能见度，我装什么？下次我当球览客，我愿意。我其实一开始很担心会无趣，哎，会不会觉得这个很像是去工作？因为又要换一套衣服，然后又要在那边摆拍这样。殊不知他们感觉出来他们是兴奋的，玩起来是很开心的。我其实松了很大一口气。大家还喜欢这个古着配古那个古典的巡礼吗？我觉得是我找到自己就在今天。真的吗？这个太像我以前应该过的生活了。其实我等一下有安排了一个行程，也是为了顺哥昨天的话。其实你说真话假话，我都是有在听的。今天吗？对，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去你那天昨天提到的武庙看看。你有说到匾额，真要去？真的要去啊！一户里落三万港，所以你看在台南真的是三脚步啊，沙卡波的去跟丢。然后台南有四大匾，一字匾，哦，天坛，大丈夫在武庙。然后呢，耳来了呢，在城隍庙，然后呢，了然世界，哇，这个每一块匾额都是很重要的，相应在一个好像你人生的一个起承转合里面。如果有机会带他们去，当真海喽，真心。还有你还有说到一间店叫福生，哎，我们就可以过去看看啊，因为就在旁边而已。没想到东区的贵妇还是有人性的，我们耳朵是有打开的。五秒，就是这一块先看一下。哇，大丈夫，大丈夫，这大地，这个是出了名的，而且他们里面有一匾就是皇帝御赐的，是在里面。哪里？哎呦，来，皇帝啊，来看风对，是我。哇，有看到中间的万世人集？对，看到了。这位大哥，我可以请教一下，那个万世人集这个匾额是哪一位皇帝御赐？咸丰皇帝。哦，咸丰，康熙雍正，咸丰，台湾就是这一块，台湾这一块了，哇，世界唯二，天哪，台湾唯一。哎，我倒是有听过这里是斩桃花的用处，是真的。你已经都没桃花了，还在斩？我是帮别人问的吗？斩桃花是我们后面的月老。哦，月老，月老，斩桃花的，里面有月老，里面有月老，所以你可以斩桃花，也可以助桃花了。哇，太好了！所以你可以问，哎，在后面吗？对，我们可以进去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我都还不知道后面有月老，哎。对啊，这两位是一个胖人的，一个牙都关窗跟周平。周平很了解。嗯，那我们开机的关圣帝君是前面的，开机的有几尊，他是软身的。哦，软身的都可以动的。那就来看一下哈，钢姐，钢姐，对，帮你女儿看一下。哇，三代丁哎！哇，真的是没有走过这里，我们都没有走进来里面，我也没有走过来这边过。这个，
啊，你就无意思。我福州才应该要来的得对。哎呀，那阿姐走很快，然后进去之后就开始拜了。啊，那我们要加入一下吗？这是感应，啊，这是观世音佛祖殿。观音佛祖好。待在这里好舒服哦，嗯，心会静下来。OK， 嗯，没事，那很好。那个佛祖有什么要指示我们的吗？没有。可是我们接下来不要再吃那么多了。一二十年的时光都在台南这边，高雄这边几乎跑遍大庙小庙的。对那间庙很重要的，很有感情。当然，往下一站，你就喊我一下。我们一直在等你。啊，在，原来你在等我。对啊。是。是。因为，哎呀。哦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所以你记得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这样的一个缘分很好。拍谁拍谁拍谁。碧娟姐，我们不是有那个导游费吗？嗯。填一下。哦，好哎。求好姻缘。求姻缘那样。好哎。我立刻站到中间来，我门头灰。求好姻缘有人更。那因为抢进去。你也要共美了，我帮你问。好。还有没有求什么代志？你放在心里面也好，我就帮你把杯。好，帮你把杯喽。好。啊，亲爱的元老呢？我这个宋伟恩这囡仔真乖哦，而且呢，真好支持吼。哦，无杯，无杯。先替你问，哎，元老在上吼，啊你呐在做吼，啊你请速记先回。我先问他在不在，他没在。哦。哦，元老公，元老公，元老公，你唔在等下未？你啊等下一个树呢，得住一个吼，先杯吼。哎，有了，回来，大家第二杯，有机会了哈，这个是难得的哈。叫什么名？多多维，出生年月日再讲一遍。哇，他好传神啊。是。OK。林秋丁。来。哦，有杯。乖。哦，乖。哦，阿你有满意不？有。有吼，啊！你若后摆有机会，啊，因元老呢，给你一个真好的这个支持，啊，你也放在心内，啊，将来有机会还佫等下只甲元老吼来只礼敬，知无？在。吼，安尼感恩，多谢元老。我想问的问题是，我希望这三年内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好的姻缘，可以请月老赐给我一个好的姻缘吗？一个较好的吼，这个先生吼会较疼。阿姨妈妈讲要买清厝，哦，讲台北个爱一间爱过着千万吼，所以要等于花莲咯。买咱台湾较俗啦。较俗啦吼，啊你甲找一个较有能力的吼，买台北就好，免搬遐远吼。吼，啊那会使，我无分争笑吼，啊这个囡仔真乖，会当树一个圣杯吼，甲找一个好姻缘吼。哎呦，真紧张哦。哦，紧张。紧张。耶！谢谢月老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，好开心啊！得到了一个好彩头。这个没有彩排的。对啊，顺哥，您说的都是我想的，好厉害哦！你会通灵吧？当时，哇！而且还是一对的。一对进的哇！你会通灵吧？哎，鱼之哇，而且还是一对的，一对进的哇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希望啊，两位呢都各有自己心里所属，然后双宿双飞呢，各到家后的记。好的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谢谢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王老公。